图卡所服务的机器人跟自动化的产业现在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无论是创新的速度还是投资的力度都是空前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机会，一方面原有的产业需要自动化来改造提高效率，另外一方面呢，很多新的技术像人工智能 5G 在应用于这个机器人产品，让这个产品可以从传统的 2B 的业务走向商用，走向家用，变成更智能化的机器人业务。我对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充满着信心，我也认为我跟库卡一起可以在这次产业浪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库卡在机器人这个行业里其实一直是兼顾产品领先和科技领先，这么多年做对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我们库卡的很多产品都是在客户的现场跟客户一起去开发出来的，所以它是完整的体现了客户的实际需求。那第二方面就是库卡坚持价值导向，就是我们做的产品一定是能够帮助用户提升价值，而不是做一些大众型的产品。第三点是库卡坚持长期主义，就是库卡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投入研发，投入创新，跟我们的认证机构进行合作，所以这里边也是库卡得以领先的基础。第四点最重要是库卡一直坚持高标准牵引，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认证，我们的性能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最高的，所以库卡就代表着机器人最高的技术跟最高的标准。莱茵非常的专业，作为一个专家的角色，莱茵呢整个的团队对我们的响应非常的及时，莱茵给我们的这种建议跟输入都是最专业的。莱茵特别擅长于可以找到我们设计中的关键风险点，可以保证我们的效率而不注意耗费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感觉莱茵对我们很多产品的发布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PUV 莱茵生日快乐，莱茵 TUV 的值得托付的。TÜV Rheinland.